别着急啊。 慢一点。 好球，好球，对，可以稍微放慢一点啊。 Thank you.
行了吧？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你拘谨一些，可以放慢一点。揭发球没关系，好，对，没关系。你现在一个不行，再一个，他喜欢搓两把，实际上对他不利。他搓你就不要，他就注意他这种，就不放掉，是吧？可以放短，然后可以突然进去，踢球，踢到右手。踢他右正手。他反正你摆正了，你不要出牌，可以说出一把，然后呢，他出牌，你先挂起来没关系，你先挂起来，好吧，不着急，发球不要出牌，不转，下起来就侧上拳，没发，都要出牌，好吧，手法都错了，我第三类。你发不转就行，他上拳就不转就行，停就行，是吧？